只手撑着，这只手撑着，哎，这只手可以护那只手。在前两周，我摔车了。大家加油！中葡萄的时间就要明天。那风儿拥着你，也拥。恋恋197市民竞赛组，130公里。女子组出发，恋恋197是台湾赛事很难得男女分龄分组的赛事，可以说是堂堂正正女子之间的较量。一开始大家都蛮保守的，所以会不断的刹车。但一上桥转弯过去，集团就开出去了。这就是集团的速度啊！马上咬紧跟上，大家都靠得非常的近，要很专注在控车上面。只要一没有咬住，就要间歇的再接上去。摔车阴影还没有克服，一直不敢跟太近，只能尽自己所能的咬住机会。Yeah, more than my prime.
wind of the open sky over the siren sound. This is a dream, getting the royal scar, holding a diamond blade, throwing it far, holding your breath still. You join the fire, we'll just sit and wait till you see me fly. You know they'll never catch me for it.准备抵达三千台折返点，陆陆续续可以看到男子组的大家回程，可以感受到集团的大家也越来越嗨。转弯三仙台桥又开一波，真的只要一分心就会被甩掉，再次追回集团。进到市区，准备进行动态补给。拿到是运动饮料的我，是水吗？谢谢。要水吗？为了拿水，速度减速了，现在要独推回到前面的集团。回到了一个集团，
发现不是原本待的，表示他们在更前面，要继续往前追。在比赛的时候，我脑子不断浮现，为什么要骑车？明明喘得这么痛苦，肩膀伤明明也还没有全好，还要继续骑的原因是什么？是啊，其实选择放弃也没有人会怪我。那我还想比赛是为了什么？想为这一段时间的努力练习付出全力的自己一个交代吧。从睡眠、饮食、记忆训练、时刻表等等，想看看现在已经尽了自己最大能力后的成绩单长怎么样。我摔伤的是肩膀，不是脚。只要我脚还踩得动，那为什么不骑呢？Thank you.
进入了最后七公里爬坡段，恋恋197的终点就在山顶上。我很开心还可以踩踏，我很幸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较量，我很满足持续着最爱的运动。一百加油！能跟你合照吗？小心后面哦。哎，还好吗？350，左边全部麻掉了。但我路上一直记得一句话，就是吃粥都第一名了，我这个肩膀算什么？你回来了，我好怕你受伤哦。刚才超多人摔车，你知道吗？我好怕你受伤哦。没事，我们下去休息。这次进步20分钟，很棒，超棒！大家都说摔车不要骑。我真的很感谢热忱，就是没有叫我不要骑，反而是一直跟我讲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因为就边肩膀其实举起来就会痛，就是我只能定在一个位置然后骑。因为是大家有开强度，可是没有非常高的间歇，所以我一直跟在集团里面。对，一直到入坡之后，大家才各自努力。对，我觉得这次骑的感觉很好。大家不要觉得不行，不要觉得自己不行，自己骑了才知道自己能耐在哪里。
好了，谢谢，谢谢，休息一下。3:50，对，均速大概31.5。这次我去年骑4:10，然后这次3:50，我觉得很满意，就进步了，进步了20分钟。对，然后脑子一直想着吃粥都可以得第一名了，为什么这边不能好好骑呢？肩膀算什么？对，谢谢亚羽选手。对。然后，对，一路上就是想着赶快回去颁奖，赶快回去颁奖，然后就一直骑，一直骑，然后，对，女子组大家就是很团结，大家就是慢慢叠强度，没有开超强的间歇，所以我一直在集团里面，到山上才各自努力这样子。然后很感谢197的主办单位，就知道我摔车之后还是相信我可以继续骑竞赛组，虽然大家一直在说服我说你就骑挑战组，不然就不要骑。对，那这中间我也是咨询了医生啊，还有就是治疗所，对，然后非常感谢乐成物理治疗，就是没有阻止我要来骑，但是他们评估完之后觉得 OK， 对，那整个过程这一个多礼拜，他就想办法的帮我去做修复啊，然后教我一些放松的动作，对，真的很感谢乐成物理治疗所，对，然后总之就是197的大学我完赛了，对，应该有前景。好，那我们就先下山，然后准备等一下颁奖。对，谢谢197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就是身兼大使。然后这应该没有让197的大使闹亏。对，总之我们就先下山 ，Go！ 恭喜M35第一名，哎，江中业，江中业，得，自己唱 ，Finish。